在嘉义的故宫南院，安算伫过年期间推出三大展览，包含人人爱看的翠玉白菜被展览到正月初六，也佮有发花镜的美术特展，而且会当和平将查资料的亚洲艺术资料中心，即马已经改装完成，新正年间就会重新开放啊。在新王宫的空间发表过年的特展，唔仅有人气国宝，佮有二位佮宗教艺术的主题。嘉义县故宫南院过年除了有活动，也甲进前亚洲艺术资料中心重新装潢，成做更加好的阅读空间。就是还有风景可以看啊，就是如果想要就是读累了，还可以起来走走之类的。然后像这边有插座，如果要带电脑来做报告之类的，也很方便。不过这次改装可以满足我们未来十万册的藏书的一个目标。那另外就是说，我们把传统的书柜移走之后，那希望打造一个非常有大家喜欢的一个阅读空间。除了展览，故宫南院内底餐厅为了配合防疫甲服务人客，嘛推出机器人的厨卫甲送餐服务，佮配合故宫的气氛灯塔，希望会当创造话题。在疫情期间希望说可以借由 AI 的机器人的送餐，可以减少跟顾客的这个接触，这样是很 OK 的，尽量减少接触啊，就疫情也可以控管住。故宫南院表示，去年受疫情影响，来故宫南院的游客减了三成。目前疫情的状况也是未当放轻松，所以相关的防疫规定唔难继续进行，未来嘛配合中央的政策随时调整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